其实我们这个是铁花村的这个那个节目安排还是有那个流程的。我们是该下台了吗？你看不到，其实看不到 Q 我们的。哇，是哦。哇，真的很无奈。好，我们要介绍我们下一个，其实就是踩在我们三个老人背上的，叫做黄奇威、黄格里拉，我们的铁花市集啊的那个，哎，不是的，来了，下一代来了，鲁洛啊，对，来了，好，铁花市集的民歌王子，谢谢，掌声欢迎黄格里拉。在现场朋友们大家晚安，那我们吧台的调酒性饮品预计在10点后供应，那若是有需要调酒的朋友可以在10点后至吧台那边点一杯哦。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黄格里拉。抱歉啦，听说你们想要 uncle， 但是等一下有更精彩的，就是我啊，黄格里拉平常都唱比较很难过的歌，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大家要开心一点，唱甜甜的歌。那我来唱，来我来弹，然后大家一起唱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很入迷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
为什么大家这么嗨？好，他刚刚告诉我还可以唱两首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？我要唱给我的爸爸妈妈听。好，哎，我刚有自我介绍吗？我不是爸爸。还没有，我叫黄格里拉。黄色，我姓黄，这样，然后香格里拉的格里拉，这样，这个解释很烂，但是很清楚吧？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这首歌叫做《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》，是万芳的歌。然后，因为我在外面读书，这样，我现在在高雄的荣总医院实习，复健科的，大家可以来找我复健。有中风的，肩颈酸痛。然后回来这样子，但是因为今天是跨年嘛，要做生意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，然后就出去外面工作的，所以就有点想念他们，然后就唱这首歌给他们这样。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大概多远呢？就是大家往后看，有那个摊位上面，哎，是是那个，哎，我妈妈，哎，哎，可以上来吗？可以吗？上来坐在旁边，我唱给你听。快点，时间有限了，快点快点，要倒数的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好，还要从旁边哦。那我就先唱哦，就等他上来。常常和别人拥抱，却没有。他不用麦克风了，他不会唱。抱过你，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，却总是忽略你。或许。就可以看他哭，但我不想让他变成借口，我很想说，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，哎，一起唱的很简单，我爱你，再一次哦，我很想说，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，来试一次，你总是握着我的手，一个笔画一个字的走，你手心的温度依然温热，温热着我的手背，黑夜里脚踏车飞奔到夜，那是我至今最最人间最美味的美味，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，我在你怀里你那么高兴，我们是彼此，生命的美好给予坚强的勇气，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，我选择离开了你，
因为脆弱我们彼此回避，凭着心跳在各自的夜里，我们都变成了黑天使。照见生命的课题，茁壮生命的枝桠，给予成长的力气。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，我在你怀里那么高兴，我们是生命的美好，给予坚强的勇气。经历过许多生命风景，还不在公园里。如果世界末日真的来临，不想遗憾留在心底。准备了吗？我很想说，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。唱出来。我很想说，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，我爱你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最后一首歌。最后一首歌，让我唱我自己的歌吧。那每年最后一天，大家都会对自己有所期许嘛，觉得说，哎，明年一定要再更怎么样，更厉害，或是更聪明，更幸福的。但是其实，不要骗自己了，每年都一样啦，是吧？啊，然后其实我觉得。